来游戏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二乙的同学先不要讲话，来，二甲的同学，回答右。好，请等一下上课的时候，请安静啊，请安静，才不会影响到我们这边上课同学啊，好不好？
多少钱，把它填到位置表里面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老师先做一次给你们看，有人骗我说没问题，事实上可能是有问题的，等一下上来的时候就会填错，没关系，老师先做一次给你们看。来，这上面你们告诉我，这是几个？一百。回到我们
下后面的把戏就是要靠我们演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因为老师也很紧张，我要来安排全部都不一样的，没关系，不要紧张，我们一起来玩。这时候怎么又抠我？假扮的东西他们在干什么？快点讲。请问看得到吗？听不到。请问看得到吗？回答我。现在可以看到。啊 ，OK， 了解。好，可以吗？现在没。假扮的同学看得到我的。谢谢你们。
给你们什么机会呢？请你们，哎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我没擦干净。好，请你们拨出100块，但是不能超过不能超过1000元哦。拨出100块，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来填几张。甲班的同学，请找一位同学上台去拨出100块，谢谢你们。我们的甲班的同学名义。好，我先算算看几张哦，哈，他们不知道我们在算，我已经把麦克风关掉了，所以听不到。我算算看看几张哦。500张的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哇！
张，两张，三张，四张，五张，所以我拿了一张500元，我可以跟他换成几张100元？5张。OK， 大家知道一张500元可以换成5张100元。接下来我们的游戏又要开始了。现在荧幕上我给了2张钞票，对不对？然后小明拿了这2张钞票以后，他就说：“这样子到底是多少钱呢？到底是多少钱？你们学过，所以你马上会回答我。但是老师给你看一个东西，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？”来，500元，如果我把它摆到这边来，500元在这边，然后我多了一张100元，我要往哪边摆？600。为什么是600呢？有没有发现到，这中间刚刚好是多少？就是100的大小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算钱的时候，我算到500以后，接下来我就会算什么呢？600。再接下去。好，那现在请开始作答。来，一般这边我找一位同学上来。
起来，所以除了700块，你可以去增减它，可以吗？好，请帮我增减题目，增减题目下请出题。好，我们注意看啊，那我们吃多少？现在旁边来讲班的同学帮我们改答案。来讲班的同学，请帮我们批改答案。麦克笔，麦克笔不是橡皮擦，麦克笔。今天先上到这边，我们下午。